Hello， 我是 Lucky。今次介绍下呢一只东京复仇者嘅角色佐野万次郎啊。咁佢喺原著入边系叫做无敌嘅 Mikey 嘅。咁不过我就冇睇过东京复仇者嘅，所以我就暂称佢为朗爷啦。OK， 朗爷啊，几霸气。咁呢一只都系今次大奖嚟嘅。咁多色嚟讲系非常之劲啊。咁觉醒又靓 ，CSB 两秒手指兼四粒三粒四色强化。咁技能系两 CD 超短 CD 嘅绿色阵技兼解消珠添，咁而队长都系冇得输啊，咁系轻减半减兼加算兼追打嘅，咁成个配置系非常之啱多色玩啊，所以今次咧就为朗爷砌咗呢一队嘢 ，OK 多色队嘅，傻水池唔关事，唔好理佢。咁首先夜女神，咁系六个延迟耐性，咁系计一把，凡系 SB 都够噶啦，其实，咁呢一把都系撑 SB 用嘅啫。咁啊，夜夜三 CD 技就解转转转兼解手指，咁多色嚟讲呢一招技都算系无敌嘅。OK， 咁真队长就系朗爷啦。咁计一把呢个系转队长嘅武装，咁任何转队长都 OK 啦，耐性都唔需要嘅。咁潜个潜翻个贯通无效解放，咁呢一个队长系非常之劲啊。今日招技都好正啦，咁有几正呢？一阵就知。咁然后第二位都系多色专用，咁啊有火力有耐性。双十四五色强化火力超高，再加埋毒耐性、邪魔耐性嘅无效咧，咁几乎系全耐性咁滞啦。咁潜个潜翻个贯通，计成计呢一把都系雾之内武装。雾之内呢一把武装真系非常之常用啊，乜队都啱，火队又啱，多色都啱。咁主要系用翻个风条剑，且系半减盾啦。咁而第三位就系麒麟啦。咁麒麟系做咩呢？其实？我都好难开口，因为主要系想撑 SB 用嘅，只系六 SB 加埋火力都唔错嘅，咁啊三个四色强化，有十字消解添。咁继承系计呢一把系水魔女武装啊，咁啊有 two way 防绑，兼且系五回合嘅破伤级。咁呢一招技咧，终于可以发挥用途啦。咁点解要计 two way 咧？咁就为咗呢一个啦，烧猪无效回复。咁呢一个潜在觉醒咧。即系 two way 就可以解一回合嘅烧砖冇效，咁啊完全系 for 朗爷而设嘅呢一招技，即系呢一粒觉醒系完全系 for 佢招技而设嘅，咁有几实用呢？咁都系啦，一阵就知。咁然后啦，屎系呢一个复刻位啊，复刻位就四个三色强化，咁系双解放啦。咁继承系计呢一把道基武装 SB 加 L 字嘅呢一只，主要系解回复兼且系解角用啦。OK， Megumi 复刻位。咁今次 skin 珠方面呢，咁我係揀咗一个都几型嘅 skin 嘅呢个，虽然係唔知咩嚟呀，但係几型，有啲暗翼呀、水鱼呀、火龙咁嘅，都几啱朗爷个 feel。咁讲埋先队伍情报方面呢 ,SB16 个 ,13 秒手指，然后暗炎係过量，邪魔齐、毒齐、云齐、风条齐，咁 L 字齐、十字齐，乜都齐。咁而你一边队长係用返梗係古龙幻士啦。古龙恶史啊，咁四 SB， 咁有个三个四色，潜角都系潜翻个贯通无效，继承系求其一个 SB 都 OK 噶啦，云耐性都系重叠咗，所以呢一队几乎系性能过剩啊。好啦，咁就睇下呢一队朗爷之下嘅多色队咧点打呢个神秘嘅次元啦 ，Go Go。OK， 咁入场之后，咁我哋先 hea 转下先。再转队长 ，yes，OK，、okay, 无敌之 Mikey。咁队长转完之后咧，咁我发现系大镬啦，系冇木珠嘅。假如呢下冇天降嘅话咧，咁我系会相当大镬啊！靓到，冇事冇事。咁留意翻系开始系冇火珠啊。咁第二回合 ，OK， 抽呢三隻防绑 ，OK， 变身先，咁啊夜夜变身先，哇搞翻个咩先？个 skill skip 啊，我成日都系打 ranking 系 skip 咗。OK， 咁在三回合变减之下咧，应该系求其转噶啦，都唔使话特别解回住嘅。OK， 先，哇都 OK 啦，求其转一个版面咧。都经已系打到半秒以下，咁再嚟多一次，转晒个版面佢，
14 combo， 咁嘅话死晒。好，第三关，落板，咁我哋转 L 解咯，就 OK 啦。转个光 L 先，然后就咁咯，算晒啦。OK， 咁16 C 嘅话咧，都好高火力下嘅。咁多色系全色都高火力，帮埋嚟。OK， 冇嘢，咁就再嚟。咦，唔系喎，招复刻技咧，帮埋先。呢一招计成技啊。咁前面系完全系冇操技嘅必要。咁开完都系多余嘅，都开一开啦。好，咁再开多次就解解个回复力。咁然后呢一回合秒 ，OK， 咁转翻个全版咧，15 C 咁嘅话轻松搞掂。第四关，好啦，呢一关咧系有个消除无效嘅，咁我哋咧系时候表演一下啦。朗爷 ，OK， 朗爷记一开，咁做咩咧？我哋，咁我哋做嘅系睇住啊。转翻个 two way 先 ，OK， two way 一定唔可以漏。其实 two way 一个都够啦，咁我系贪手痕嘅，只系 OK， 惊解晒靓到啲木柱复活了，好16 C 直接打死你，靓到只要计一个 two way 咧，加多一个消除无效嘅打龙咧。咁万次郎嘅技系等于两 C D 解消珠，兼且系绿色阵，你话几 O P 系咪？咁呢一回合就秒啦。咁开完个古龙珠咧，咁系有个三倍攻嘅 buff， 咁啊确保我一定可以秒。咁啦 ，OK， 几乎转晒全版，咁喺三倍攻之下咧，全部顶攻咁滞，非常之大力。第五关，好，第五关全版剑落天降，朗爷又嚟啦 ，OK， 直接开个绿色阵，两 CD 又救我一命，你话呢一招几好冇 P 啊？你话？转翻个 L 先，千祈唔好忘记转 L 啊！争个整个暗嚟啊喂 ！OK， 咁嘅话差唔多啦，转唔到木珠添，把面唔够木珠，但系都 OK， 帮埋你轻松嘢，咁再嚟啦，咁啦，咁转埋个光咁啦。OK， 咁嘅话全版面，我谂火力系唔担心嘅。好，第六关，今日抽呢一只天降暗焰嘅。咁我哋系有个十字烧嘅 Sakura 嘅骑轮啊，咁系唔使惊。我哋先转翻个十字先，然后再。睇下先咁啦，转晒全版，咁喺冇加工之下咧，应该 OK 嘅。系啦，呢个位咧系非常之靓嘅。咁我哋再转个全版，应该可以秒。咁啦，我谂都差唔多啦。7、8、9、10、12、13、14、5、6咁嘅话，一定死。拜拜。第七关抽呢一只解角嘅 ，OK， 角色无效，直接开复刻技先。咧，咁解完角之后就直接车埋去啦。睇
下先，依家系摸黑咁转啊。咁啊，咁咧，十三四五六七 C 咧，都打到 OK， 两下死，都唔使开技贯通技，直接用个觉醒咧就可以打到呢个血量。咁呢一回合开个咩先？雾之内啊，半减啊。咁啊，惊下一回合撞正嗰只天平神咧就唔好啦。都几乎转晒全版面，十五六 C 一定死噶啦。OK， next next， 第八关抽咩？抽呢一只绝招闪。OK， 直接开咩先？水魔女嘅解洛全版阵兼且六回合，唔系五回合嘅破伤级。问你死未？五回合咧，真系陪你慢慢玩。咁呢一度系转翻个咩先？个十字先。啱啱先发现系，原来自己系未解十字嘅，一直都系冇黑咁转，劲鬼傻仔。好，一回合秒，轻松嘅，正路嘅。第九关抽咩咧？啱啦，啱啦，我再成四回合嘅破伤级，陪你慢慢玩。咁再开埋个咩先？个夜夜先。咁呢一招技我都忘记开，因为手指系太长。OK， 整个靓仔嘅嘢嚟咧。好，一个暗，整埋个水，争个木靓到呢个版面真系靓到。好，整翻个十几 C 啊，十七 C。我谂打到几多咧？半血左右。咁嘅话，我谂呢一回合唔开几多开秒啦。我相信我的判断。睇下先，争个暗光靓到哇！哇，呢个点睇超靓喎！我估下个脑系突然间通晒，黐线，咁应该秒啦，系啦，靓到，我估下好似真系，好似炭仔领悟到嗰个通透嗰个世界嗰下，大家明唔明啊？突然间醒觉咗啊！我突然间领悟咗转珠嘅通透世界，估下顺到黐线。咁喺唔使开技之下嘅力。应该都安全嘅，啊有啦，通透世界系维持咗两秒，仅此两秒，咁就用唔翻啦。OK， 咁呢个火力系都好痛下，黐线！我假如开古龙 B B 咧，一定系一枪过嘅。OK， 咁转珠加埋个手指，直接开下夜夜解，咁然后我哋就。再转翻个最特版面，咁啦，光，哎死仔，忘记咗转光添，灭班车，灭班车，靓到，差啲赶唔到灭班车啊，真啲瞓街啦 ，OK， 搞掂你，央神，拜拜。第十一关抽咩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灵央神又撞正我 Mikey 嘅嘅淫威了。好 ，Mikey 先小猪作全板阵，然后我哋都系咁啦，转翻个 two way 先，有 two way 冇穷人，然后再唔系有 two way 冇难民啊，穷人都系会有嘅。咁然后睇下先咁，差唔多啦。咁咧，整个火嚟啦，好嘛？系咁啦。OK， 七八九十，十三靓度，十五、十六黐线。咁嘅话，半血左右。咁呢一回合咧，我哋直接开古龙 B B 咧，必定可以秒，唔需要担心。本人 fit check。
咁转翻晒个全版，转埋光，诶，唔系咩？咁先啱。光光光，瞄班车，瞄班车，靓到。又讲到啦，瞄班车。十九，哇！呢个火力一定死，一定死，拜拜。OK， 做正妹嚟了，得得得得得得，茶会。好啊，今次系由东京会嘅 Mikey 嚟陪你开茶会，好唔好？做正妹，我都算系真系对你唔错啦，系嘛？成日俾啲型男同你开茶会，黐线。有五条老师，有 Mikey 咁，得闲真要多谢我。似有饮茶真系要，最紧要系叫你个上司人妖王咧，唔好成日迫害我。OK， 咁呢个火力系都好痛下，黐线一半血啦。咁再嚟啦。嚟多一转嘅话咧，咁睇下先，争个光，转埋个光，转埋个心咯，咁啦。OK， 十几 C， 十六 C， 七八，咁应该就嚟死噶啦。OK， 哇，睇怕凑唔到技啦。直接咩啦，送鬼西啦，费事烦啦，直接帮月正妹收工先。咁啦，靓到呢下飘移真系靓，甩甩尾咁就过弯啦。抽咩呢？人妖王，一定系你噶啦。我都好耐冇见过水系嘅人妖王咯，呢一度咁第一回合直接转翻个最大版面，乜都唔使谂。咁整个火嚟咧，靓到呢下，哇，通透咗阵，天降埋嚟，一嘢靓到黐线。好，十九 C， 咁嘅话应该唔错噶。OK， 照呢个步骤咧，我谂六回合，应该六回合可以秒。好，再嚟睇下先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千祈唔好忘记转 L 啊！有个 L 天降，唔系有个落板天降，整个暗珠嚟啦，暗珠靓到，哇！呢下就唔靓咯，哇！傻仔度黐线，通透世界咧，唉，帮埋你减回复，轻松嘢，一度开翻个管龙珠嚟解先。咁再嚟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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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，咁啦，差唔多咁啦。OK， 转晒个版面。好，十六 C 之下都差唔多，哇，得啦，个半血。睇嚟开完古龙珠之后，嗰个火力系非常之高。啊，减攻啊！我忘记呢一下，早知唔开技啦，留翻呢一回合先开管龙珠先啱嘅。咁啦，唯有啊，原来我忘记开夜夜啊，傻猪，难怪转珠时间好似唔好够咁。通埋去，哇，都好痛下喎，都好痛下喎，黐线。好，咁帮埋你轻松嘢啦，你忘记我有 Sakura 咩？
人妖王，反省下啦。好，开完 Sakura 先解个兼解版靓度，咁再开埋夜夜咧，不定死啊你！睇下先，喂，啲猪咧？我啲猪好难转喎，今次啲猪，整个光嚟，整个光嚟，整个光嚟，唔该你，光系啦，拎错猪，快，哇，过唔到尾班车，但系都够啊嘛，呢个火力，我谂多识你讲，喂，冇天降，我谂都够嘅。这个死人妖王呢真的搞不定，真的死一万次都不够，真的死人迫害。正妹做不到事啦，唉，啱啱请晒上宾来跟你玩，跟你开茶会，唉，你老细又肯迫害我。咁睇唔到啦，咁啦，有佢啦，转返个正常嘅版面先。OK， 16C 打到呢个位置。OK， 咁系加工减工，今次留翻个古龙珠技啦，唔惊嘅。咁我谂古龙珠开完技两弯点都死噶啦。咁呢回合就都系咁啦，转翻个全版。应该不会特别大力的。哇，天降啊！哇，中天降，喂，冇啦喂，喂，好惊啊喂，喂，冇啊，咪啊，哇，咦，一turn秒啊，黐线！喂，呢个火力一turn秒，啱啱应该仲剩翻40%左右噶，个人妖王 ，lucky 啊，今次真系条气咧顺翻晒。我 Mikey 多识对一嘢轰死佢，黐线！咁呢一下就唔同讲啦，我成个心情靓翻晒。我话人妖王一枪就秒你，系嘛？咁先系无敌之 Mikey 啊嘛！好，咁呢一对就系呢个东京复仇者新角色再万次郎嘅编成介绍啊！咁喺多识嚟讲咧，真系非常之好用啊！咁好似我咁计一个即系 two way 嚟解烧猪无效咧，一粒 two way 啊！咁 Mikey 招技咧。就成功进化到两 CD 嘅解消珠兼且绿色阵，咁但系呢一关系非常痛快啊！解版又得，解消珠又得，咁只有两 CD 技又啱计转队长，咁多色嚟讲我系几建议入手嘅。咁假如谂紧换唔换好嘅话咧，咁希望呢一条片可以帮你做个参考啦。好，今次条片就到呢度先，咁追条片嘅希望可以俾个 like 同订阅我啦，咁我哋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